1991年，中国大陆发生严重水患，受灾人数多达4亿，该怎么救？一粒米中藏日月，半生锅里煮山河。这场赈灾背后有着什么典故？本周正言法师菩提心药慈济的故事第29集，让我们跟随上人将心比心，照见粒米日月，豪芒乾坤。